刚才弟兄们都提到，我们的神是奋力活动的神。这个奋力活动的神，他不像我们说一个小孩是过动儿童，啊，没有事，他不停的要做些什么，停不下来。我们的神奋力活动，他是有目标的。他是有目的的，所以民数记给我们看见这一卷的书，就告诉我们神救以色列人不是没有目的的，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结果就经过了红海，就到了旷野了，到旷野以后带到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然后就要在这里叫要往前去了。那么这一个往前，他就需要这个要得着人的配合。神需要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需要他们。所以这个奋力活动的神，他是跟人是配在一起的，没有人他就干着急啊，他就没有办法做成他的心意。所以这个在这里啊，这个生命记就开始就告诉我们，从这个西乃山下开始走啊，他是到加迪斯巴利亚就11天的路程，只有11天的路程。神他不是在那里去转了，去玩耍了，好像就人家到花莲来，到鲤鱼潭走走，到太阳阁走走，他是有个目标的，有个目的的。那么这个目的啊，就是要叫人家，这个目的就是得着这一班的人与他配合。要进到那个牛奶与蜜之地，要包罗无限的万有的那个无限的基督，在这里把那个地啊给那个撒旦黑暗的权势所霸占的那个地方把它抢回来。所以神整个在宇宙里的经纶，他就是为着这一个目的。那么很可惜啊，这个以色列人他还没有走，他就失败了，就拜了金牛犊了。他拜了金牛犊，那么神呢、本来就要杀他们，要杀他们呢，结果摩西祷告，这个求神，那么神就怜悯了这个摩西啊。就听了他的祷告，还是愿意用他的同在带着以色列人来往前。这些经过的历史实在是也是说出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常常耻辱我们的神的光景。我们常常听弟兄们说，愿主叫我们2019年啊开始啊，怎样怎样。请记得，今天二月二号了，还要喊了一个月了，还没有。所以求主怜悯啊，叫我们在这里真是看见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啊，我就提了一件事，一个是啊是一个负担的，一个是一个责任的，这个负担是神给他的，而叫他里头感觉不做不行。责任就是说，有一种的安排，有一种的托付在他的身上，他不做，他就失职了。那么，比方说一个人，这个一个妈妈。他生了一个孩子，
他也是责任，也是负担，对不对啊？因为他爱他儿子，他怎么能不为他、不照顾他？那马上就死掉了。但是他也是责任呢、啊。这两个应该是同时才是。什么时候两个分开了，就不对了。比方说，有的人很有负担要祷告，但是有的人就说我没有什么这个。这个责任祷告，我不想来，我这个还要做别的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教会就喊不起来了，拿不起来。所以一面要有神给我们的负担，一面啊也要你自己，并且或者在教会里一个安排一个责任，给他一个责任，两个都需要合了。 所以，比方说，对不起，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弟兄们，这个早晨我们7点钟开始也有我们有这个屈服者的聚会，里面特别加上这个学习的屈服者，有亲子们，有年轻的亲子啊，也要加到这个。我今天在那一看啊，今天。 一个亲子都没有了，我当时安排了有10几个，一个都没有，都是年长的，年长的在那里，这个是怎么个情形呢？这就是说我们那个责任跟负担啊，没有调到一起了。他有责任安排他。 叫他学习，但是他负担不一定跟啊，所以到一个地步，像早晨陈导也是这样，我们陈庆民弟兄在那里呼吁，是吧？我们说陈导，这一个礼拜6天，那应该呀、啊，很盼望你这一个这个全世界的人，盼望长老们，他欺负着。 你不要多，就一个礼拜里礼拜六一个早餐来呀，6天来一天，你说满吗？你说满到哪里去嘛？怎么满一天也抽得出来呀？但是你想看，若是今天这个花莲的教会弟兄姊妹，所有从长老以下长老会所负责、屈负责。 学习屈服者，这些加起来一个礼拜就是来一天。你看有没有100人啊？合起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如果能够这样啊，这个花莲教会也不同凡响喽。 也不同凡响了。那么，当然弟兄姊妹，有的年长，你看潘淑薇怎么还拿了2个拐杖拐着来？他是有负担来的呀。那我们大家很多都是有负担，但是当然也有负担也有责任。若是我们大家不光有负担也有责任，不光有责任也有负担，这个教会我相信完全不一样。 那并且啊，特别有一种的情形啊，一个时间、一个情形，有的时候特别需要的时候，更是需要这样。什么特别情形？我觉得现在这个旧历年就是一个特别的情形。旧历年，多少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好像大家都放假连假。 这个就是政府来说，廉价，好像是大家，大家那个都在这里，都可以休闲休闲，家里啊围炉啊团圆啊，这样子，到那大吃大喝，一下子这么。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我相信啊，现在魔鬼跟他的这个执政掌权的，像他们正在这加班呢。 魔鬼要加班，这个年关我们可以放假，他们加班了。你相信他们会加班吗？
所以这个一个是消，一个是长，这个撒旦黑暗权是利用这个东西叫人家喝酒啊，你在那里这个乱来啊，甚至是淫乱啊，乱搞啊。撒旦黑暗的权势真是加班的时候了，但是我们能够放假了，这个政府放假，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也放假了，那不行啊。阿门。所以明天是一个特会的时候啊，宜兰跟这里我们相调，这一个我们也应该加班了。阿门。对不对？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弟兄们啊，交通啊，他们都是非常的有负担。实在是很好啊，那就盼望啊，这几天的时候，这个年假的时候，这个香调，明天开始，还有这个新春的时候那个香调，巴不得主在这里给我们各个啊这个灵紧起来，在这里一同在这里与神配合。如果是这样，那这个我相信这个召会啊今年会跳一遍，往上跳一级，各个都预备灵，像以前我们在大陆的什么在台湾初期的时候，特别在这个过旧历年的时候，大家都禁食啊，禁食祷告，这个为着福音就把朋友带来，让他们这个得救，全教会都活动。我说我们能够有这种征战的灵啊，就是民数记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征战的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相信教会在这里主能够有机会做更厉害的工作，撒旦就蒙羞，罪人就蒙恩。求主施恩呐、啊！我们是不是为这个我们两两有一些的祷告啊？